据一台媒体报道，你拥有全世界，而我的世界只有你，大陆女星李沁在节目中从宠物的视角演绎狗狗遭饲主遗弃抛下后的心声，演唱梁静茹名曲崇拜时几度因为入戏太深哽咽到唱不下去，逼真演技让不少观众鼻酸想哭。你搬走了，那沁沁怎么办？怎么办？你带回来的给丢回去。你回来！如果我能说话，我想告诉他，不要气馁，你会遇到更好的他。